包游览车上台北，修都没修，好过四十万人是要叫我关的。无讲无去迄个关路呀，关厂名地啦，关厂名地啊，关厂名地。对对对。啊，这关厂是会花二八啊，那厂外卖行的，等等我。从行政院到内政部，大埔里的居民愤怒失望。地价，贱卖我们的土地，贱卖我们的财产。请问一下，我试问一下，徐所长，哎呦，拢会死了了。我吼，阿伯，我若无这条命，我嘛做鬼嘛要来找伊安尼。我唔甘愿。